过此爱，无法留下这证据。无谓欠虚，不知他想插队。音乐人伍仲衡在逆境下转危为机，抗疫八个月开了60多场的 live show， 更加由网上直播音乐会衍生了2场搞乜花神实体音乐会，请来80年代去到新生代歌手一起唱歌，其中以参加过全民造星三的 Kingman 王建文和 Judas 罗海宁致力最浅啊。伍仲衡承认新一代歌手质素参差，不过 Kingman 和 Judas 就没有令到他呕血，还大赞他们两个唱得又作得，是乐坛的新希望。犹如流星跟海方向，犹如奇迹终于降生，犹如地阔天长。大家都互相學習，大家一齊 jam 啦。有陣時佢哋識啲歌我都唔識嘅。經常 busking 嘅 Judas 就話自己冇乜信心，見到 Harry 都有啲緊張。而 Kingman 覺得 Harry 都好嚴厲，最記得11年前第一次入錄音室去試音 ，Harry 就提點佢唔好漏音，當時真係緊張到爆炸。但係喺對方身上就學到嘢。而講到參加完造星三之後。Kingman 和 Judas 就说收入都没什么增长，只是多了人认识。不过 Kingman 最近就有机会拍戏，更加有教友周慧敏教路。他做戏呢，他就说你试一下在家看剧本的时候就放一部机器在录自己的对白，怎样去演咯，即是他说录多几次，你看回几次怎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拿捏到怎样做。至于 Judas 在参赛之后，在创作、唱功、外形都多了想法，觉得想做多一些有深度的，因为以往的作品呢似是比较表面，因为多数都是我自己作曲的，那我就只是想着曲的 melody 有没有，所以就变成忽略了中间的故事，个馅未够丰富，那想自己多些时间谈清楚的想法。对于太极乐队成员 Gary 今个月初出世，伍仲衡就透露会设紫荆环节向 Gary 致敬。